早几天很大风哦，现在雨下得很大了，你看很多树已经倒了。然后平常我是在这里morning walk jogging， 你看很多树已经倒，来带你们去看看看一下。来吧，非常大的树井，看到吗？30年，给风吹一晚上而已，它就倒了。我们看，不是倒了一棵，很多棵，来，很大棵这棵树，进来看。看到吗？看它的茎。这棵树的 species 我们叫做它生蛋，它就叫做生蛋。哦，以前在Africa 那边种的啊 ，America 跟 Africa 都有种到，现在种植很多在马来西亚，很大棵很大棵的，它可以超过整一百层，看到吗？很大棵 ，giant， 浪费了，倒了，哦，那都是能够拿来做假饰，哦，这种木很好的木，都是硬木，来带你们看它有多大的模特。